9月20号星期一的数位跳绳。3、2、1。对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好，3、2、1。没有，没有。六三年，我是丽丽。我是数位跳绳，会帮你数数的，对不对？会帮你数数。哼，这个跳绳呢，它会帮你数。1下、2下、3下、4下。Oh my god， 太可怕了！这是流星锤啊。小心流星！给你开，快拿出来！好，顺便把它拉直一下。粉红色的。流星。现在这个是跳绳本身。钱。那是电池。它可以改。螺丝。它是怎样的？钱。爸爸。我知道，姐姐，来，这个拿出来，这个拿出来，它可以用，就练进来画面的哈，它可以用有绳子跟没绳子，哇，很酷炫，对不对？这有了哦，按2秒它就开机了，嗯，这设定，然后这 up and down， 按2秒，它可以送我吗？它会把之前的记忆清除掉。它会闪烁，你设定体重，你体重多少，姐姐？26。这么轻啊？怎样？26。好，有点。然后你设完体重以后，你也设你要，譬如说要跳多久？装上去呢？怎么装？另外一边给你装，放进去，再穿出来。穿出来，好，套上去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来，从那边穿进去。它可以调整长度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哦，它还可以调整长度，看小朋友的长度可以从这边调整。所以这个好像是什么？这个头应该是要免得它太小了。这所以这头不见了，没关系。那我们要来跳什么？要啊。在那边跳。好久没跳了。然后它会显示你跳几圈，跳多少时间，然后还得跳多少卡路里。我已经很瘦了，我要变胖才。没事，电池放进去，他送2颗电池。接下来就是，好，应该没事吧？好，可以跳吗？五指琴那个胶水嘞。这里面都没有。对呀。为什么需要胶水？等一下，我那张怎么啊？撕下？要做什么？不懂吗？还没加完就。等一下，我还得再加完。那怎么就？你正常的先跳一个。幸好我穿。后面一点，后面不要越跳越前面。妈咪，你要去跳吗？嗯，去跳，来来看妈咪。体力燃烧代谢。啊，直接旁边，对。哇哦，什么时候会跳绳呢？妈咪也可以调你适合的长度。怎么好样跳呀？好，妈咪还要上去跳。对呀、啊。换我跳，换我跳。好跳，会不会太短了？对啊，那这个你太短了。秀对，我们每人各表演。对对对对。我们两个练出来的。你甩得很快哎。好。四个两个，声音比较小。然后我们来玩没有绳的玩法。我还跳。等一下，你拿了2颗球过来。我是牛仔，另外一根手嘞，你来，
我还不会洗头。如果你那个家里那个不够大，你们就可以这样跳。我要跳，我要跳。啊！然后那是甩圈圈的。我不会甩，会球会球会球，我不会。你怎么甩那么好？来来来，我是给你们一个笨蛋跳绳。我是笨蛋，我要来跳绳。哦，爸爸流汗了。快点，小恩，哈哈，太顺利，就变得握把了，然后我握一下，然后。